配齐数字配对卡。我们来看一看怎么配对呢？先把这些卡全部拿出来。哇，好多卡哦！11只气球，那这个呢，就是要让我们找到数字11。恐龙的17个脚印。10个灯泡。一辆邮政车。30朵玫瑰花。还会跳到什么卡呢？90片饼干。50瓶饮料。那我们先来挑一挑这些数字吧。50。配对成功。接下来呢，是90片饼干，也配对成功。30朵玫瑰花，30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30朵玫瑰花，一辆邮政车，一在这里，10个灯泡，17个恐龙脚印，这一个比较好找，是不是？还有最后一个，11只气球，在这里，小猪乔治。再来看一看，这是我们今天配对的卡片。